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务下道大和尚。顶礼上务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红中眼教。主打善知识。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为天边无际的众生。获得圆满的佛果。获得圆满的佛果。而发菩提心。而发菩提心。如理的谛听。如理的谛听。萨利修法呢，本来是一个很甚深的啊，所以啊居山的啊，好像是啊，我们有时候简单的说就是实修啊，这个修正派，它是修正派。但是我们真讲是修正派呢，好像啊、哦、读书啊啊，好像也不算修正。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其实不是。啊，读书啊，读书深入经要，在读的时候啊。随文入观也不能说它不是修行，那也是修行啊。而且呢，通过了解道理而深入经藏开智慧，这个是大多数人的根器。哎，99%的人呢、啊、都应该走这条路。哎，有知书而达理。三这个古刹里派呢，这种啊，它属于那什么样一种呢？有上人的根气啊，它有好的悟性，而且呢对这个上师三宝啊有非常坚定的信心，和以信心直接受持法而深入到这个啊这个甘露海当中去。所以说这个也是佛教里面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法门，但是呢不一定适合大多数人。所以在这里，因为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个是本身就是很甚深的，充满了很多窍诀的修法。所以这里面呢，传承上师啊，他把古刹的修法呢也并到这个积累资粮里面来。他这个积累资粮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啊，好像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做供施，上供下施啊，好像是也是来供曼陀罗一样啊，曼叉罗一样啊，这样。但是呢这个他里面真正的所带来的有哪一些呢？啊，有实际所起到的作用啊，能够断四种魔，哎，破四种魔。哎，它既是施法又是断法，既是供施法又是断法。供施呢是偏重在外在的对象，供是供上师三宝，哎，施是施六道一切苦难众生，偏重在外在对象。断是断什么？断是断内惑。内在的迷惑，因为一切外在的显现从哪里来的？
其实还是从内在的迷惑所显现的。哎，就像我们看这个《骇客帝国》一样，哦，他一直很迷惑，同时你像那个尼欧啊，他一直有这样一种觉得不对，不对劲，他想找，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对，他要找，因为要找了才遇到别人来引导他，后来从自己内心里才入手。所以这个古刹利修法，第一部分我们讲的主要侧重在共识。第二部分侧重在讲它的断，这个断法呢是大圆满修法里面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它从根本上断除这个迷乱的显现。哎，像我们现在，这个为什么有一些大德，包括我们显宗有一些师啊，这个高僧大德证悟的人都说，梦中明明有六趣，醒来空空无大千。这个我们显宗的这个也有这样讲，说这一切显现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就像梦当中做梦看到老虎一样，拍拍醒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断内显的迷惑，它侧重点在这里但是刚刚入手的时候呢，能断对我的执着，身的执着，是身体的执着，所以呢，既通过上供下施来断对于自我身体的执着，慢慢驱逐了这个资粮了之后，有深广的智慧了之后，就会照见一切显现即是理，这些都是迷显，有迷惑而显现的，就照见什么？就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是空的，所以这个古刹利修法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性。所以昨天我们读这一段颂文的时候你看，怕舍弃爱生执着毁天魔，这个讲的简单不简单？怎么样子能够超越天魔的掌控呢？舍弃爱生的执着，对这个身体爱护它，执着它。好了，那你这个身体属于天魔所养的，不是你自己的。如果你执着，是不是你自己？不是。你执着的话，就像我们养了一个蚕宝宝一样，等它养大了之后吐丝做茧，做完茧了之后好了，我们就把那个蚕茧拿水里一烫，那个蚕宝宝有没有烫死啊？烫死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你对这个自身爱护执着它，好了，你吃的胖胖的肥肥的，到时候只不过是天魔的一个蚕而已，小蚕宝宝而已，还在掌控的。如果你自己都你明白这一点了把这个自己爱身的部舍出来，断除这个执着，对身体的执着，好了，魔拿你没办法，因为你的心已经超越了你的身体，对不对？你的善根已经超越你的身体了，那这个时候魔们拿你没办法。所以舍弃爱身执着这个天魔也拿你没办法了，所以就要毁天魔，把天魔对你的这个掌控给摧毁了。心识由凡穴出而入法界曾愤怒摧毁始祖。这个心识当从凡穴出来而融入法界的时候这时候它变现出愤怒母的模样，这时候始祖魔拿来也没办法。什么始祖魔？就是那个阎罗王，阎罗的这个对我们的掌控也被摧毁了，着持右持弯刀摧毁烦恼这个愤怒母右手持的这个弯刀在头顶上挥舞的，
这个有什么功用？为什么在头顶上挥舞？为什么那个弯刀啊，月刀弯如月，如月亮的月？虽然那个字写月刀的那个月不是月亮的月，啊，而是像那个金字旁一个，是一个我们那个越南的越取代一个走字底啊，那个月字。但是它的形状却犹如新芽，月牙似的，犹如新月。这新月代表的什么？代表的宁静、透彻，智慧的这种深广的状态了。同时那个弯月，那个弯刀的边上还有个钩，到今天一个钩，这是指破开众生空性的这样一种方便。所以当他头顶挥舞舞动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很跟文殊菩萨拿一个宝剑横在头顶，那个头脊，那个头顶，从头顶上横过，手持的这个宝剑，这样的是有一模一样的效果。其实那个手持弯月在头顶舞动啊，这一个手势就代表了文殊菩萨的这个德能，文殊菩萨的功德和这个所承办的这些事业，这就代表了这个。那个像那个愤怒魔啊，黑色的愤怒魔啊，佩戴这个装饰啊，这代表着什么啊？这代表着报身的这种啊，报身的周边，黑色愤怒状态呢，是摧毁众生的这个无明，摧毁众生的无明，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右持弯刀摧毁烦恼魔，这个烦恼魔，烦恼哪里来的？烦恼哪里来的？我们说烦恼在八十田里的。八十天通过第七识的暴流而时时刻刻的载体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就像你打开电脑一回，来一个，你可以安装新软件了，有新软件有你的更，你可以更新了。我们大脑也是这样的，八十天里的东西老会现出来，然后下载到你的这个大脑里来，通过第七识的这个暴流啊下载下来，然后让你第六意识啊反映出来，好或不好，爱恨情仇都在那里面会现出来，像一个人一样，初次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好或不好的概念，但是往劫由于每一个众生往劫里都有缘的，或是善缘，或是恶缘，或是顺缘，或是逆缘，当第二个念头产生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大脑里啊，这个八十田里面、高度搜索出来，就会搜索到那个信号，然后就传递给第七意识，啊，通过第七意识的载体啊，就下到第六意识的这个状态里来，然后第六意识就看到这人变不喜欢，虽然跟他是表面上讲我们啊见面了啊，我俩好。我们在庙里要维护师父，但是一掉过头来，脑子里想着，哎，这个人怎么到这边来的？啊，这个找多少个理由，反正说明他不好，就那样的。所以这个右手所持的这个弯刀在头顶怎么样？就是把所有第八意识里面的这些寒常识里面以前的业种，有漏的业种，通过智慧的净化之后，把这第七识的我执根本保留，而转变成了大悲的体性，到了报身佛的体性。这转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把它，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功夫，一下子把阿赖耶识就变成了法身了，没有办法。那我们这个我执呢，为什么我们修行人现在正果得到的少呢？也就是因为我这个我执第七意识的根呢，没办法，你摸不到，谁来教你哦？没人教你啊，可以跟你说了，
第七识在哪？你找不到，靠第六识修有没有用？你修一辈子、十辈子、一百辈也没有用啊！跟你说了，这叫什么？那叫结缘，结个缘。所以那样修啊，要修多少？要修三大阿僧底劫了。三大阿僧底劫，一大阿僧底劫怎么知道？什么概念知道吗？阿僧底是无量的，一个无量跟三个无量跟一百个无量是不是一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概念，意思就是什么多多多到什么无穷无尽。但是你要靠第六意识的分别而抉择善恶，对不对？所以你决定要来皈依三宝，这个要靠你第六意识分别的，对不对？所以呢，第六意识还是要讲道理给你听，让你知道这世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应该投靠什么，应该摒弃什么，这是靠第六意识来完成的。所以啊，这个金刚乘教它主要的要点，它是指示给我们第七意识。所以我们在显宗的理论上也说，学唯识的时候，说什么第八、第六意识是没办法转变的，最主要关键是第七意识了。学唯识也好，学中观也好，特别是禅宗，禅宗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的什么人心？指的不是第六意识的心，也没有办法来指你第八意识的心，没有办法指的，因为第八意识心含常识啊、莫那、这个阿赖耶，它整个就像银河系一样，你说你怎么指？最主要的就是指出这个第七意识的。如果你认识了第七意识，像这个六祖大师。他明白了之后，得到传了之后，然后他师父跟他说，你要多多的修持修行，然后再出来弘扬。然后六祖大师然后就去到猎人的队里，正好因缘凑合就遇到猎人了，然后在猎人队里一修就是15年。他修就是修从第七意识入手。第七意识入手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他如果是厌离生死发出离心的话，他能证声闻的四果，能证声闻四果。如果发菩提心的话，他能够通过破自己阿赖耶识的这些无明种子来净化世界，整个世界。所以一个懂得这样修法的人，他不一定要显现在这个世间来度众生，因为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磨嘴皮子嘛，然后让你们听了第六意思也是分别而已嘛。能教化几个人真正的断恶向善，这是其实这个功用是很稀少的了，很少的。所以有的人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反而是愿意在深山里，在茅棚里，在山洞里，然后按照从自己的第八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一切众生的这个库藏里面去加工，也就像这台电脑一样的，它不是从你这个终端，一个终端的电脑，你客户的电脑来吗？它还是在服务器上，它更新服务器，通过更新服务器，通过更新这个宽带的速度，然后来提升你这个你的终端的电脑。所以这些却是真正的这个佛菩萨的事业，佛菩萨的事业呢。所以这个楞严经中，佛菩萨来世间终不说自己是佛菩萨化身，却秘密地做着佛菩萨的事情。世间众生不可轻慢哦，你真的不知道哪一位是佛菩萨化身，懂不懂？所以为什么我们天天念着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念着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很少见到他们。他们在哪？他比我们不知道忙多少倍了，化身百千亿了，在众生界里了。所以说啊，这个里面呢，我们由这个月刀，你看这个月刀在头顶挥舞啊，我把它慢慢慢慢引申出这么多教义出来，法义出来。让大家知道
不要好像我们读了两天书了，皈依佛门了，或者出家几年，觉得了不起了。哎，离修行远呢，修行的里面窍门，那摸都没摸着呢，边都没摸着呢。真正大修行者，他活了几百岁、几千岁、几万岁还在世间呢。那诸佛菩萨，无量劫来啊，亲近诸佛如恒河沙数啊，然后还在这世间。说你这没学两天佛就觉得那个人。其实边还没摸到呢，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来展示一些佛法的真正内在的这不可思议的这些啊，哦，威德啊，也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是末法了。但是我也讲出一些这些，透露一点消息出来，让大家不要老是钻在这个文字的表面上，哎，要局限在那个错误的那个理解里面，哎。以恶传恶，这样子。所以真正的啊，这个第七意识到底第七意识怎么直指人的这个第七意识的心，而让他由第七意识心啊见性，见性是指的什么？性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见性而成佛。所以分正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法身是佛的，哎，法身是佛。所以啊，在这个唯识里面讲啊，转第七是成平等性质，转阿赖耶识啊成大圆净智，转一切众生之无明成什么法界体性质。哎，那为什么前几天我在讲共曼茶罗的时候，我说哎呀，这里面有两个须弥山，为什么两个须弥山？一个是以太阳系的这个中轴线，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太阳的本身的这个中心点，而是讲的这个中轴线。那个啊，好像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玩的那个顶盘子一样，知道吗？玩杂技里面那个盘子，弄一个有一个棍子支到那个盘子上来就顶玩。然后一个盘子、两个盘、三个盘、四个盘子，哇，两个手能同时转几十个盘子。每一个盘子都是一个太阳系，也都是一个须弥山，就是那个顶着的那个棍，就是真正的须弥山，哎，就是那个中轴线的那个引力线传达动力的。然后我是讲这是唯物的，我还讲那个唯心的，对不对？我讲以我执。为须弥山的，但这两个是做实有的理解吗？肯定有人要听到，听到哎，还照你这样讲，还有两个须弥山的，两个呢，还三个、五个，还百千万个呢？你做怎么理解？你做实有的须弥山理解吗？作为迷惑的众生，它是实有的，我只是实有的吗？看太阳系好像也是实有的，这个都是啊，我们这个看到的叫差别相。差别相是这样，你看到那个太阳系每一个星系，它如果就像玩杂技的那每一个棍子支着每一个盘在转的话，那是不是都转到他的手里来啊？对不对？不管他手里他拿了多少棍，多少棍子上面支了多少个碗小盘子在转，这所有的盘子是不是都是依着那个棍子而转？所有的棍子是依着他手而转，然后两只手依着哪转？依着他的手臂呀，他的肌肉，他那些肌肉围着什么转？肌肉还是围着他的心转，对不对嘛？所以整个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物质的也好，乃至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众生的这个须弥山在转动也好，其实都是什么东西在转的？原始动力，还都是佛性啊。所以一个佛的刹土是三千大千世界了，有没有明白这个？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啊，多却不见多的相，哎，这是为了达佛性的。就像每一个须弥山都是缘起嘛，都是因什么缘起啊？因性空而缘起啊，哎，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呢，我在这里讲那个破这个啊烦恼魔的时候呢，因为烦恼是什么？
烦恼就是无明啊。所以我把第七意识、第八意识，乃至我前面讲的那个须弥山，都给你们解一解。这里啊，统一一下，大家脑子里面没有疑问了。否则的话，听了那个有疑问，那这个法师讲的两个须弥山啊，今天啊都统一一下啊，这个答案讲出来。所以啊，右持万刀摧毁烦恼魔啊，斩断拓跋摧毁色蕴魔啊，这四魔了，你看到这里都摧毁了啊。当这个弯刀把烦恼魔摧毁了之后，你看弯刀下来勾点指向我们那个尸体的这个摆好的部位的时候，一指的时候，这个拓跋呢，这个天灵盖顿然的分开了，就像啪一下子分开，一个拓跋就掉下来了啊，现出来。然后这一个这样子怎么样？这个有什么功德？这个能够摧毁色蕴魔。所以当你自己去观想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什么是色蕴魔还搞不太清楚呢，跟你说啊。要深入的观想什么是色蕴魔，色受想行识这个色，然后你看我们看房子是房子，看自己身体这个小毛棚是自己的小毛棚，对不对？倒好像是很固定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色的蕴具，只是一个色的蕴具。这个色的蕴具啊，是障你的这个心的光明啊，障碍你的心的光明，不能够透出来，所以它像魔一样的障碍它。所以当我们这个弯刀指向我们的白毫啊，指向过来，然后这个天灵盖顿然啊，就是啊分裂开之后，成一个拓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脑子覆盖的，哎，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茅草盆呐、啊、所盖的。什么叫俗人呢？俗人呢，哎，那过去啊这个有形容啊，俗人就是个茅草盖顶了，这个头发那个盖的。不没有智慧的。所以我也常常讲，我是学习佛法啊，听闻佛法要把这个天灵盖要打开来了，哎，自己好像一把薅着头发，擦，天灵盖就打开了，头脑整个就是啊敞开的，这样子来灌，把这些法语全部灌进去，甘露就灌进去一样。所以当我们灌到这个弯刀啊，斩断这个拓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天灵盖掉下来了，这样子下来的时候，这个色蕴的这个障碍没有了。哎，我这里把魔啊也不讲魔是障碍，这个魔有人格化的一种形象，对不对？好像就是獠牙青面的那种状态，那不一定。我可以把它用法的方面来说，是一种障碍法，就是这个色蕴的这种障碍啊，对我们心的本性光明的障碍去了。所以念佛的人念念念来，还是一边念一边恨，哎，哇，念气得不得了。当你这个人越清净的时候，你烦恼也越重，哎，所以说当你念佛的时候，哇，一个念佛念头，当你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十个啊，有一百个念头在那里给你捣乱，对不对？真是把你天灵盖打开的时候，哇，你观想到那个时候，好嘞，像蓝天一样。我们大家有经验的人知道，特别我们这个我们浙江人，那梅雨季节，或者你看下着冬雨的时候，连年的冬雨下得你心烦意乱了，会，哎，恍然这个风一吹，哎，乌云散去，太阳明媚的阳光啊，湛蓝的天空现前的时候，你心啊也非常舒朗，对不对？是不是那样的？哎，也是这样的。你说那个天上的云照在头上就让你那么难过，你知道你这个天灵盖照在你头上了，你多难过，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观想把天灵盖也打开的时候，哇，真爽啊，是很爽的。哎，所以那个摧毁色蕴魔，这个色蕴的障碍啊，哎，能够过去，
把你的心，你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天灵盖打开，对不对？只不过我们的心透，就是穿透了天灵盖对我们的障碍，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在这个里面，我今天为什么回过头来要讲这个？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摧毁四魔，菩萨里修法，它的重心就是能够摧毁四魔。结果你摧毁四魔，哪四魔也不知道，怎么摧毁？甚至我这样讲，你虽然不会观想，我讲的时候，你总算沾染一点味道。我讲的时候这么投入，你总感觉到一点，好像是的，好像是的，是不是？乃至电视机面前的，哎呦，大善根的一听到，哇，恍然大悟了。茅塞顿开了，什么叫茅塞？就是个茅塞了，就是这个茅塞，茅塞顿然打开了，茅塞顿开了，哎，就是那个概念了啊、哦。所以这个四魔啊，天魔，天魔、死魔、烦恼魔和这个蕴魔，这四个魔是我们修行就是要突破的，这些能突破好。修行就成就了，深入到这样甚深的教法，这么殊胜的教法里面，成就其实是很快的啦。大家要知道，我们念一句佛号，那句佛号有多少？他自己为了这句佛号修行了多长时间？有一尊佛为了这个圆满了多少功德在里面？然后多少诸佛赞叹这句佛号？其实我们听了一句佛号能消多少业障？我们念一句教法，这个教法诸佛佛祖祖传下来，哎呀，一下子就好像让我们全身都能放光啊！一句经法，所以念过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大乘经典的名号啊，一句诸佛菩萨的这个经典呢，真实语的这些，众生都会得到非常大的利益。只不过我们自己误自己了，自己把自己的心胸很狭隘。自己呢没有这样的智慧去深信诸佛菩萨佛不可思议啊，法不可思议，诸佛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啊，没办法去相信，所以自己宁愿相信自己，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来真实的对诸佛菩萨法的这种信心啊，一般生不起来。这反过来是谁的业障吗？那自己的业障，自己害自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个菩萨里修法的时候啊，对我们自己啊，要再深入的去解剖。哦，放到这个拓跋里面，要去这个加工加工。昨天讲到哪里？昨天讲到啊、哦，我们回味一下啊、哦，然后的话这样子，观想念，喷喷喷，啊，通过念喷的时候啊，这个心识啊。通过中脉从凡学里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出去了之后怎么样啊？就变成了啊黑怒母的样子，也可以观想着这个上面有一个金刚愤怒那个样子，变成那个样子。然后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因为神识已经出去了，这个身体就变成尸体了嘛，砰砰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之后，然后就在好像你在空中关着自己的这个身体，这身体又这个时候啊，观的是像什么一样啊？这个不是一般性的样子了，变成了非常啊非常肥胖的，白白嫩嫩，像个大肥猪一样的啊，胖胖的。然后大有多大呢？也不是这么大啊，变成了大千世界那么大的这个尸体。然后再把那个天灵盖啊，那个拓跋啊掉下来的这个天灵盖呢，然后也啊观想它是大如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就观想自己啊伸手左手把那个天灵盖拿起来，拓跋拿起来放在这个那个人头三个人头支起来的一个罩上，锅罩上，这个人头有多大？像须弥山那么大的人头啊，然后把这个拓跋就放在那个人头的这个三个罩上，然后啊，在这个拓跋的然后再把这个再拿这个弯刀啊钩子啊，把
这我们的这个尸体啊勾起来放到这个拓跋的大锅里面，然后再观想这个拓跋的上空虚空当中有一个啊是甘露自信的白色的一个夯子，然后再观想在这个拓跋的下面呢一个火的本体的一个红色的短阿子，然后这时候再观想这个阿子啊好像我们开煤气的那个感觉，啪，那个火轰就出来了，阿子里面啊就放火，放火烧着这个拓跋，啊，烧着拓跋，然后火越烧越大，熊熊的这个火焰啊，智慧之火，烧着这个拓跋，然后这个拓跋还热，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尸体啊开始热了，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烫，烫到沸腾了，然后这个尸体里面脏的东西呢，不干净的东西呢，都变成了泡沫啊。变成了那个油浮膜啊，那个泡沫一样都满出来的，都从那个拓跋溢出来满出来，然后干净的呢在里面啊就是沸腾的扑通扑通扑通一个气泡，然后那个蒸汽啊就越来越旺，那个蒸汽慢慢升腾起来，升到空中就熏到了那个夯子啊，那个夯子由于这个蒸汽被这个蒸汽烤的蒸的，然后就越来越热，热了之后这个夯子开始融化，哦，化出红白的甘露，红白甘露然后混在一起啊，就一滴一滴的滴下来，现在滴下来一体啊，红白甘露成一体的滴下来，然后继续被这熏被蒸的这个夯子融化成水，然后再蒸烫的时候最后融化成光明，甘露的光明，然后这个夯子的光明就融入到拓跋当中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啊那个身体，那个身体被加热烧的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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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的也都融成了甘露的啊甘露一样，都没有啊实体的形象，全部变成甘露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夯子的光明又融入这个甘露当中啊，好了，这加工好了就可以供了，这个时候已经成品了啊，这是成品可以供了。供然后供什么？首先观想在自己的前方的虚空当中，观一个非常舒适、宽啊美妙的宝座，上司啊，观想自己的根本上司坐在宝座上，啊，然后传承上司啊啊等等的，啊，用他们的这个啊那个这个啊金刚蛇吸食的这些甘露，享受的这些甘露，然后这是哇高兴坏了。总算能供养到上司啊，这传承上司本尊了，哦，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时候看到他们都这样享受着自己的这种供养，然后顿然之间自己的业障啊，消除，自己的资粮圆满，跟诸佛菩萨成一体了，啊，这样，然后再继续再这样的观了一念啊，再往下。啊，诸佛菩萨空行护法，啊，这样一个观下来，乃至一直到什么呀？啊，一直到下师的时候，啊，观想这个，一直从上师到诸佛菩萨，啊，空行，乃至一直到75尊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些护法，这些观想这些供养他们的时候叫上素斋。上供的素斋，下供的素斋，是指什么？是供养啊，是布施给这些啊，你可以啊，这个复杂一点的观，可以观在这个黑愤怒母的心间，变现成五色的光，化现五色的光，蓝白黄红绿这五色的光，然后这五色的光啊，再放射出来。哦，像那个微尘一样的这么多的空行啊，事业空行，然后把这些甘露都拿着，分享给每一位众生，这世界上每一个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众生。如果这个观不起来呢，可以简单的观想这个黑色空行母，就拿着这个拓跋，然后遍洒众生在这个世界里洒，就这样洒这个甘露雨一样啊，普降甘露雨一样，使所有众生痛饮后啊。这个欢喜了，这样子，啊，像我们蒙山里讲的啊，谷腹讴歌了，肚子吃得饱饱的，啊，
开开心心的，心满意足的这样，啊，这称为叫下施受灾。昨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来了很多新来的嘛，所以给你们来这样着重的再回过头来讲一下，然后啊，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说。复次观想，从沸腾的甘露蒸汽中散发出沐足水，鲜花熏香，酥油灯香水，啊，神秀乐器，八吉祥灰啊，啊，就是，啊，吉祥节、妙莲、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床、宝瓶，还有那个金鱼，这是八种呢合在一起的，大家印象应该有，八种合在一起的叫八吉祥灰，还有人王七宝。人王是转轮圣王的这个七个宝贝，转轮圣王当登座的时候，这七宝会现前的，啊，还有啊，床啊，帆伞、宝床、华盖、千福金轮啊，千福金轮、右旋海螺啊等不可思议的贡云，观想着这些东西啊，都。我们这个沸腾的这个甘露蒸汽当中，都变现出这些东西出来，哎，由这个就像我们心经里啊，叫色即是空，对不对？先是色即是空，这干什么？这是对我们色法的净化。我们老是执着的色法里，是不是就生死里啊？当色即是空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们就从这个生灭的色法里面已经超越出来了，对不对？空即是色。空即色怎么样？那个色还是不是前面一个色的概念？不是的。哎，就像佛菩萨再来到人间，你说他这个来到人间是怎么来的？他叫乘愿再来的，对不对？跟我们这个业报来的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虽然也是色法，那观世啊那个菩萨来的，但是好像显现也是显现这个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样子，也是色法的样子好像。但是我们的色法跟他色法不一样。这就是，他这个空即是色里来的，哎，就像我们师父啊，这个以前常讲，他说啊，极乐世界要去一下，去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度众生啊，就方便了。那从极乐世界再来到我们世界，这就叫空即是色，哎，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整个身体通过那个托跋那个智慧火这样一烧。变成色即是空了，对不对？变成空的那个甘露蒸汽了，然后现在甘露蒸汽再变现成这些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就叫空即是色，再从这个空法里变现出来，对不对？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啊，都供养了上供对境，从而圆满了自他一切众生的资粮。这个时候什么？圆满了自己和他人一切众生的资粮，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方法是极生成佛的方法呢？他就是说在这个圆满自己和他人的这个资粮啊，是通过这个来修的，哎，通过这个来修的。所以你像那个有一些修法，像妙法莲华经里面，为什么它妙在哪儿？其实我们讲这个就像在讲解真实的，在讲解妙法莲华经是一模一样的。妙在哪儿？甚至在讲这个的时候啊，哦，有时候弥勒菩萨都会起疑惑，这怎么回事啊？弥勒菩萨不是起疑惑，为了我们这疑惑的人呢，啊，发来请问佛陀，不相信，怎么可能即身就成佛呢？哎，很多人不相信，但是熟悉妙法莲华经的人就知道，里面有一个典范，龙女即身成佛，然后佛就讲如来数量品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得利益。佛这个时候亲自说，有什么啊，有啊，一世界的众生啊，什么啊，这个十六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多少多少众生是啊八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多少众生四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多少众生啊二生得三藐三菩提，有多少众生是一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一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就是佛嘛。有的就明明说你修这些法，
听闻这些法的时候，有的众生就有的人就是可以提升的，就能够得到了。但是这个法虽然是这样，但是随众生，随众生的这个类啊不同而各有所得。上人跟弟子听到这个法，哇，听到甘露味了，大喜冲遍身。那有的人听到这个，不知道，稀里糊涂讲什么，讲那么好，我怎么没听出来好？是不是？所以他也很正常。有些听了还生烦恼，讲什么瞎吹，我怎么一点没听到好？见自己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还生起烦恼来了。有些这个就是，所以啊，这个是不定法。哎，我们讲的这个佛法，对于众生来说是不一定的，随众生而各得解，各有各的所领会啊。但是我这里呢，我们这里还是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啊，一个是欢喜啊，闻思佛法的人对他们的讲解，所以是从而圆满自他一切众生的资粮，而且呢还清净了业障，这是上供化灾啊，上供化灾。再观想，降下一切六道众生各自所需求的一切资具妙，使他们全部欢心满足，称心如意。尤其是自己从无始轮回以来到现在，必将欠下许多宿债，如杀生短命之债，夺财贫穷之债，殴打多病之债，上者救护之灾啊，比你有力量的人救护你，哎，你也欠下来这个债；下者恭敬之灾，比你低下的人恭敬你，你也欠下债。哇，这糟糕了，这你平时你们对我这么恭敬，这个债是好的还是坏的？大家要知道，那你今天来给佛磕过三个头，跟佛还点了三根香，那佛还欠了你的了呢。那佛欠你的是好是坏？佛欠你好了，就怕你欠佛了，对不对？佛啊，无量劫来救护我们啊，这个慈悲我们啊，我们现在才开始反省啊，给佛顶两个礼啊，点两支香，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哎，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好的了，我们回过头来了啦，能够供养诸佛菩萨的，哎，能够省吃俭用供养三宝，这是好的了。三宝欠你可以了，对不对？三宝欠你，你能用到来嘞，对吧？哎，对不对？就像比如说我们比个例子嘛，啊、哦、哎，如果这个国家领导人，谁是国家领导人，或者哪个皇帝欠你，那你看你，哎，运气不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啊，哎，下者恭敬之灾，对我们来说啊，比如对我来说，你们这么恭敬我，那我就欠你们了。虽然对你们来讲是好事情，那对我来说呢，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大家对我们这么恭敬，我能不好好修行吗？我能不好好忏悔业障吗？我能好这个能不好好的弘扬佛法吗？对不对？那我越是好好弘扬佛法，我越是把你们这个恭敬，我欠你们这个债啊，我把它变成动力，然后啊，精进的修行的话，精进的忏悔业障的话，哎，那不好了吗？我欠你们债，然后都用这个功德来还你们，对不对？至少没有功德还嘛，哎，大家也沾到一点点那个嘛，哎，都是善的善法的这些滋味嘛，沾这些。所以这个要那个，啊，中则友爱之灾，中间我们平等的人相互友爱，这也是友情，也是相互有那个，对不对？今天朋友帮你这个忙，下次朋友让你帮忙，你帮不帮？你肯定要帮啊！哎，所以中则友爱之灾，高官住房之灾，卑微田地之灾，亲友近邻之灾，哎。子孙牲畜之灾，享用饮食之灾，穿着衣服之灾，在在相连之灾，哇，还有在在相连的这个灾，
这什么叫什么叫在在相连？小头利转大头利，大头利还不起哦，对不对？哦，这个还有滚，对不对？在在相滚啊，在在相连之在。